烟花热闹进行，数个森巴学校成员穿着华丽服饰在街头狂欢跳舞，希望一起带动疫情后的当地经济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